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论坛，陈云、梁锦祥。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嗰个情况咧，我谂要即系做一个比较理论性啲嘅辩论啦，或者讨论啦吓。咁嗰、那個即係套用而家時興嘅講法，就係所謂呢個文化多元主義，或者係呢個傳統派啊之間嗰、那個。咁呢件事上面咧，我亦都即係要提醒下大家嘅。其實咧喺呢個法國嘅漫畫雜誌社咧被大屠殺之後咧，歐洲亦都掀起一輪嘅辯論嘅。呢個辯論當然到而家就稍微即係降火少少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少少類似香港嘅情況。呢、這個係牽涉到一個日常生活嘅問題。所以日常生活也者就係、是，譬如舉個例，如果你喺法國，譬如話個學校應唔應該容許，譬如啲大頭巾啊，即係個伊斯蘭嘅譬如女教徒咁，佢咁即係女學童啦，即係佢係俾唔俾戴頭巾咧，即係 turban 咁，就過去嘅。政府就用共和國的標準，即共和國就是大家一致政教分離，一致的、政教分離。另外就是如果普通人都不戴頭巾和面罩，而一班人不是因為衛生或者因為疾病或者那些原因而是行狗這樣戴面罩，這個是不公平的。簡單來說，即是如果譬如說在法國、一個出產莫爾泰的地方或者盧梭的地方，他走到這步我想他們都不想，是即是已經是覺得一個咁優雅嘅共和國入嚟嘅人，入得嚟嘅外族應該醒目啦啩，即係起碼。因為佢哋真係講包容啊嘛，即係我包容你嘅時候，你都尊重我，你都係稍微係鬆懈一下，即係你喺公共場合，你咪可以寬鬆啲，你喺屋企喺自己嘅教區、自己社區，你咪做翻你自己嘢咯。係啊，即使我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咁嘅思想掙扎嘅呢個問題，我自己雖然唔係話感同身受啊，咁聽到時候，因為。原因就是我們讀的書，我們思考的其實都是在那個就是這些的法國哲學家的範圍，我們叫啟蒙時代的教育，就是香港過去的、殖民地時代或者、民國初年到現在很多課本用的精神都是那種啟蒙時代傳過來的普世價值、互相尊重、多元文化什麼什麼什麼那些。但是他那個東西那個之所以是可以在其他的國家是 work， 在華夏的社會是不 work 的原因就是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在傳統那裡開出來的，而他們的傳統是未被毀滅的，即使是將皇帝殺了頭，但是貴族的莊園還在那裡，地主未被充公，地主未被殺頭的，士大夫或者當年文人、僧侶、僧團全部在那裡 intact and changed。 但是你比對在華夏社會是如何，華夏社會是滿洲覆亡了，科舉考試無了，僧團散了，沒有人祭祀，傳統的經學教育、儒家倫理散了，宗族因為城市化的關係散了，去到共產中國的時候更加是苦不堪言，就是傳統的根基，你在這個傳統主流根基沒有了的時候，你推出多元價值、推出普世價值 Fine， 中國學陶傑先生說 Fine， you will see。 剛才你說過呢，我覺得即使有法國人呢都未必這麼說得那麼輕鬆，到今時今日咧，佢哋自己都對呢個問題都覺得有少少要重新思考。係啊，呢個係我睇翻佢當地嘅報章，亦都即係有好多呢種辯論。簡單嚟講咧，就係咧係對成個移民政策嘅一個重新嘅思考。呢、這個思考很簡單就是說，就係話咧，實際上後邊其實講一樣嘢，就係佢哋希望有啲廉價勞動力。
即係呢個即係係一個好真實嘅理由嚟。咁但係咧，佢亦都希望咧，就係話維持翻喺法國方面佢哋嗰個即係特別喺啟蒙時代嗰種咁嘅價值觀。但係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喺包容之下，如果佢係唔包，佢哋係付出唔包容嘅話，你點樣包容？你仲唔包容？你係冇辦法嘅，你一定法國嘅人，即係我唔係指新移民啊，法國人一定會輸。個原因好簡單，啟蒙時代或者現代社會嘅假設就係我哋脱離傳統嘅 primary bond， 即係宗族啊、教團啊、嗰啲咁嘅嘢、行會嗰啲，跟住我哋成為城市嘅自由人，我哋接受法律嘅約束，接受國家福利或者國家支援嘅支援。跟住係自由咁樣行動，當然會有傳統嘅依附或者傳統嘅支援，但係個支援唔係好似傳統社會咁大，咁故此每個人都 equal 嘅。但係你新嚟嘅移民係咪脱離咗傳統嘅社會嘅支援咧？唔係，佢哋喺自己國家仲有教會嘅支援，或者自己好強嘅族群支援，成個族群支援係搬咗嚟法國嘅，搬咗嚟呢度。佢哋出事嘅時候係會成班人洶湧而出嘅，而法國人出事嘅係 individually appear。而當你一個族群，即使佢數量係細，但佢係 intact 係好強大，即係嗰個內聚力好強大咁出現嘅時候，你即使係譬如話嗰個媽媽集市者出咗事，出嚟嘅法國人數量好多，但係每一個人都係 individually guided， 即係我用少少英文嚇，即係每個人都係用個體嘅力量嚟驅使嚟出現，而個體力量驅使出現嘅人係永遠唔夠一小撮，但係有傳統嘅力量支援嘅，而呢種傳統力量唔單止喺法國生根，而係喺佢嘅伊斯蘭祖家生根嘅。所以香港的情况一样，你不要以为水货客新移民是一个一个 individual 出现，它背后是一个极大的法西斯的特务集团。法西斯特務集团的根基除了在它的故乡，就是广东、山东、上海之外，在北京的党中央。这个我三年前已经向各位讲了。我们常强调一件事，就是即係同而家同法國嗰個情況有冇啲相似？喺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咧，佢法國畢竟係一個強大嘅國家，意識形態方面、外交力量方面，佢面對譬如伊斯蘭嘅，即係喺好多地方其實被邊緣化嘅。但你而家嚟香港呢、這個唔係啊嘛，即係呢個香港啱啱調翻，即係呢個人口已經細嘅啦。你面對嗰個緊，即係後邊嗰個強大力量係十三億，每年送幾廿萬幾萬嚟，嗰幾廿萬人唔係成為香港人嘅，佢係成為大陸喺香港嘅移民，佢哋嘅意識形態係一部分，當然後邊會香港化，但大部分一到危機嘅時候，那個黨一禁制嘅時候，佢會聽黨嘅命令做事嘅，因為香港人冇咁蠢。咁所以如果譬如話咧，即係講到嗰個所謂多元文化嘅時候咧，即係我諗大家理論上咧，如果抽空嚟講，冇人會即係唔會太多人去反對呢樣，即係人都想，因為我哋受咗自由主義，我哋受咗即係華夏。我雖然話華夏文化，我都係華夏文化多元嘅。你山東佬，你江西佬同廣東佬、香港佬，冚唪唥客家佬，冚唪唥文化都唔同。我哋可以撈一撈嚇，我哋可以跟你跟你跟商朝，我跟周朝，我跟宋朝冇乜所謂。即使係主流文化，我都係主張多元。但係呢個主流文化咧，即使如果係抽空嚟講咧，佢仍係一個主流嘅價值觀嚟嘅，因為否則你冇所謂叫多元文化。你一定有主流喺度，跟住支流咁成為多元啦，唔會話好多個一齊咁叫多元，好多個一齊叫做。混亂，咁所以咧，即係所謂文化多元主義咧，後邊都有個假設嘅，就係喺個一條大河入邊，佢可以有多條支流。實際上係文化多元主義個提出咧，其實係一個同馬克思講係一個辯證關係嚟嘅，因為你個主流太強啦，你新移民嚟係弱勢啊嘛，咁所以咧主流社會都佢提倡多元化，但唔係話我哋要實現多元化。呢、這個好多人唔醒目嘅地方喺呢度啊！我哋提倡多元化係揾嚟矯正主流、修正主流，冇使到我哋咁猛塞或者咁封閉。但係唔係代表我哋係要多元化，即係話提倡嘅嘢同實現嗰樣係兩回事咧。好多時候我哋喺文化主張往往就係咁樣嘅所以呢啲嘢咧唔係話咩古話，唔係話咩辯證法，係話好高深嘅嘢，嗰啲係常識嚟啊，大佬。係啊，咁如果係喺度具體嗰個政治嘅背景之下咧，咁實際上而家主流咧已經唔係香港嘅文化主流。咁你一個咁強大嘅經濟力量，
它背後已經是 主導了很多我們的文化活動、你看一看街都可以，你看川辣鋪、川粉鋪多還是廣東雲吞麵多，你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呢、即大家如果去講這個所謂文化多元的時候呢、首先第一件事要做好一些實際真實的實地調查、即你看看那個實際的情況，即儘管現在很多人都還是、我們都是講緊廣東話，我們都還是寫正體字、但是呢、那個客觀的形勢就是呢這個文化的、商品或者文化活動呢，它後面的經濟的力量呢，真正的主流已經不是香港人，是、你看街那裡推銷什麼一個電話，我看到很多電台經常都是講湖南台，不會講 TVB 的了，那你就去走到這裡買小米那些、已經是了、所以那個情況呢、就是、反而我調轉來說、就是當一旦呢個咁表，即係呢個現象表面化嘅時候咧、到其時我哋真係要爭取文化多元啦。即係到時到我哋要爭取 cultural， 到其時我哋講普世價值。去聯合國講 cultural rights 啊，minority rights 啊，少數族裔嘅文化權利啊、發展權啊嗰啲，或者高叫多元化嘅時候，就係話我哋係大佬保障本正體字，保障我哋廣東嘅飲食啊，保障本土嘅嘢嚇。這個情況呢大家也都不需要擔心、距離不遠的了、我估計大概五年之內、在這段時間之前呢、但仍然要、強調那個、所謂傳統呢、為什麼在這個背景裡面要講這個傳統呢，就因為呢現在所謂講華夏這個情、文化呢，實際上是講緊中國的文化、真正中國固有的文化，固有的東西，而不是經過民國或者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搞壞了那些東西，那些不是來的、那些是現代的東西，一邊是來自西歐的左翼，如果中華民國，另外一邊是來自俄羅斯的左翼，兩樣都不是華夏文化的、這個華夏文化呢，我想到現在呢，其實到、大部分人去參與本土運動，甚至情況、都未真正消化到，這個就所以會出現了所謂那個民族建國和文化建國，就是這個這樣的、不同的爭拗，有些人就以為有、只要我們論證到一個香港族就可以足以立足建國，我就不是、除了是香港族、香港城邦下那些各個族群那種共同生活的命運共同體之外，你還要找回個文化主體性回來、文化主體性就是華夏文化，當然可以說是革新了的華夏文化、文化主體性與文化多元呢、在理想的情況之下，它其實不應該矛盾，即是應該是恆常在對話，恆常在撈來撈去鬥爭之中的、在中國哪個朝代大家最記得最明顯呢，就是唐朝，唐朝來自天竺的、波斯的，還有來自華夏本土的，大家在鬥，結果一鬥了、佛教入來，道教變成佛教的，佛教化的道教，儒學就學了一些波野空性，變成、慢慢在宋朝出到理學、但有一樣最精彩的我哋喺度補充嘛，就是當其時咧，唐朝嘅將領揸軍權嘅人，其實都係鬼佬嚟嘅，胡人嚟嘅。譬如我哋見我哋古仔成日當係華夏嘅傳說嘅花木蘭啊，嗰啲係胡人嚟嘅。尉遲恭固然係胡人。如果你有睇黃秀南教授寫嗰本咧，就係、唐代翻將研究咧，睇到咧就基本上嗰個聯合國嚟嘅。但只不過佢哋係尊崇華夏，真係佢覺得真係嗰、那個服裝啊、文章啊啲真係靚，咁真係會學。會學漢文，跟住就係著漢服，跟住就係飲食亦都漢化。當然佢亦帶咗胡人飲食入嚟。咁但係當然啦，這個文化多元主義嘅喺即係套用呢個比喻講，落實到喺呢、這個即係將領嘅政策上面咧，就都對後都賴嘢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如果唔係咁，安禄山就會搞到你收工。嗱，即係呢個當然即係你會駁我冇安禄山嘅第二個，咁你上下咁，但係個問題你睇到就係、是。造反嗰個就係兩個都唔係中國人嚟，唔係漢人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如果冇呢個歷史根基咧，好多時候會盲目就係、是，咦？我哋一路講緊，譬如話嗰個文化主流嗰啲，似乎係否定咗文化多元主義，其實就唔係。當你個文化主流強大到某一個地方嘅時候，你真係。你好自然會接受到文化多元主義，你會虛心求學，即係等於你啲胡僅夠你傳法，但係唐三藏都覺得話你隔幾十個國家先入到嚟長安，我直接就係、坐匹馬就去印度，就係咁啦。咁但係咧喺呢個文化多元之前咧，其實亦都有翻鬥爭嘅。
用一唐朝的例子，就首先要打敗突厥先，要同突厥打贏一場仗先，打贏了啦，咁先至講文化多元主義。而且嗰個文化多元係好徹底嘅，即係你譬如去到長安咧，你任何人都可以嚟，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喺嘛。即係個首相係唐人啊，或者唐朝啊嘛。呢個係等於要德文嘅成語就係 Siegen und Frieden 啊，即係你征服咗之後先有和平啊嘛。咁我諗香港嘅情況亦都大致上一樣啦。咁問題就只不過今日我哋處於弱勢嚇。我哋就唔會叫自己弱者，因為我亦都好贊同頭先你引述嗰個即係尼采嘅講法嚇。即係我哋需要今時今日需要嗰個唔係一個弱者嘅哲學，我哋需要強者嘅道德、強者嘅哲學。我哋當我哋係將水貨佬、水貨賊趕走之後，佢哋用其他嘅簽證入嚟嘅時候，佢哋保證佢哋温文爾雅，同一個人。入關過啊！你呢邊趕啊？佢搞佢即刻話我點樣扮香港人？已經有流傳啦，點樣用十個方法嚟扮香港人？唔係，但係你睇睇頭先嗰個，其實已經出現咗好吊嘅情況啦。就係似乎佢無論受盡咩委屈嚇，或者咩嘅對待咧，佢都係要嚟香港嚇。咁所以即係翻翻去第一節講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使而家你大家喺鏡頭面前見到呢個細路女嚇，或者點樣，咁我擔保咧就係呢個自由行嘅一日唔係政策上取消，佢一日都會繼續係大，即係好多人會嚟嚇。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大家唔需要話即係去驚嚇，因為咁樣咧就真係冇人嚟啊，真係會影響經濟。其實唔係嘅，佢哋會更加嚟，而且嚟嘅時候更加温文咁幫襯你，令你更加舒服咁樣同佢做生意，唔使受氣咁同佢做生意。如果佢唔嚟嘅話咧，就唔係呢個原因，係有第二原因。咁個具體例子喺邊度咧？就是、澳門。咁澳門咧，就大家而家知道咧，就係呢啲賭場嘅生意一落千丈啊嘛。咁嗰邊又冇咩，好似呢啲香港大型啲咁樣，冇人理啦，因為嗰啲人都得益於賭場啊嘛，即係喺度打工，喺度捧餐咁啊。咁我諗，甚至話即係可能都即係又考慮下放啲放寬，但係始終又唔嚟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你反貪啊，反貪冇莫財啊嘛，你唔可以過去咁樣花天酒地啊嘛。咁所以大家咧，即係其實呢個係做生意嘅人咧，一路好清楚嘅。只不過而家大家咧，俾人洗腦。個洗腦嘅原因就係因為要令到你覺得你自己冇能力去掌握你自己嘅命運。呢個洗腦咩咧？以前好簡單嚟講咧，就係咩叫吊高嚟買咧？係啊。咩叫有蛇自然香？係咯，唔係呢啲全部一路都識噶嘛？咩識噶？以前夠冇大陸人，即係冇自由行，我哋啲旅遊業都唔知幾掂，即係由西方嚟，台灣、南韓，亦都有中國大陸嚟嘅貴客，即係攞商務簽證嚟啊，住酒店玩飲飲食食食啲好貴嘅嘢，嗰啲人，嗰啲高質素嘅遊客。而當呢啲自由行走咗之後，呢啲人自然落翻嚟。我以前都講過，即係香港嗰個旅客接待能力有限啊嘛，你夾硬擁啲 cheap 友過嚟，你啲貴客咪走咯。trip 又走咗，貴客咪翻翻嚟咯。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啫嘛，就係、是、你講到尾，你如果純粹從一個經濟角度，你唔係需要水貨客呢類嘅，唔使嘅。你實際從來低温，大家都講緊唔需要呢，唔使。我哋唔係要求呢樣嘢。以前過去殖民政府夠做咗好多好多我哋中學 EPA 都讀過 diversification 啊，就係當時講嘅嘢就係要各方面吸引啲貴客嚟香港啊嘛，就唔係話呢啲窮嘅客人。即係當時我哋自己就當然唔會話咁又白鴿眼趕人走。不是，你譬如說我們自己做過，譬如 backpacker 去背囊客到處都有，我們又不是說否定這些，但問題就是你現在水貨客它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組織，組織性的一個集團式的走私嘛，走私。後面還牽涉一件事，就是貪污的問題。當然啦，你可以說哦，我們可以只是反那個貪官，或者不是這些，但是你真的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你不去即係去聲討啲水貨，你啲貪官係唔會嚟嘅。你搞唔掂啊！你即使習近平都搞唔掂啲貪官啦，係咪？即係啲細啲嘅貪官。你香港人你搞你嘥氣咧，你梗係打佢前線嘅卒仔㗎，令到佢後邊嘅將領驚啦。無論點都好啦，嗱，我即係用一啲即係佢哋聽得明嘅説話同佢講啦，就係而家呢個水打擊水貨嘅活動咧。就是我哋客觀上係希望咧，呢個習總咧係正視呢個貪污問題。係啊，呢個叫敲山震虎。其實支持習近平總書記貫徹呢個反貪問題，直至係貫徹到係反對呢啲海關上海關同埋走私查貪。我用匪語去講就係叫支持佢落實呢個反貪嘅政策。咁呢個佢聽得明啲。
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都淪落到用個匪語。唔係唔係，冇法同匪講緊用匪語啦。當然你佢聽得明話，貫徹即係等於落實嘅。好啦，咁啊，翻翻嚟嗰個文化多元嘅問題咧，嗱，即係如果同你從學理去講咧，今時今日喺歐洲咧，佢哋好多哲學家都要重新諗翻呢個問題，因為後邊牽涉到就係嗰、那個。真正的、就是、個國家怎樣決定制定個移民政策問題，你重新要不要想起這問題，就是哪些人來他是否適應當地的文化、譬如你移民法國，你懂不懂懂法文、你懂不懂尊重法國文化、尊重他的宗教的信仰、即這些是要重新，我想法國人自己都要在那個大選裡面拿出來去討論這個問題，而即是一討論這個問題呢，在、歐洲的大陸的傳統有一個禁忌，就是被稱之為法西斯，是的、這個是很吊詭的，就是國族運動或國族建立的時候，法西斯主義或者是畫龍畫淡的法西斯主義是必然會出現的，因為它強調國族的優秀，國族的特色，它也 會排斥在一國之內其他的非主流的文化，暫時排斥的、會彰顯它的主流文化、那國族建立的時候是有若干程度的法西斯主義，當然它是去可以希特拉這樣向外征討那些就不對了，他在內部那些是沒什麼所謂的，就是那種文化尊榮、文化自豪感，但到這麼上下的時候，他開始是全球化，或者開始是歐盟，或者開始是、講這個、多族群平等的時候，而當這些這樣多族群平等在境外當然沒問題、他以旅客身份進來的都沒問題，但他變成自己國民的時候，還需不需要跟他講多族群平等，我們自己的國族去了哪裡，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國族要跟由外邊帶入來 的族群是平等呢？這個其實是歐洲人，即是我們香港人面對的，歐洲人更加面對，就是你啟蒙時代的國族運動，啟蒙時代建立的那些東西，你現在怎麼辦，怎麼面對老祖宗建立的事情，當然我不會為歐洲人擔心這些，因為歐洲人去憂患這些，但是他們搞不定的時候，我們都搞不定的。不是，但是他說這件事的時候，他實際上後面有一個歷史背景嘛，他那個時候講的時候呢，即是鄂爾泰、或者盧叔講的時候呢，他很吊詭地他們未想像到這個全球化的問題，沒有想過 他不是說沒有想像他們有想過所謂世界大同，或者所謂這個甚至叫 One World Government， 但沒有想到是這樣的，不會想到這麼麻煩的、即當時因為後面的假設就是大家信同一樣東西，信同一樣東西都是基督教，另外大家都是洗銀幣、洗金幣的，不會說好像美鈔那樣亂印的嘛，當時 你是全球化 OK 的，即是清朝和荷蘭做生意都是很簡單，拿墨西哥的銀元稱一稱、沒花沒價大樣，可以大樣就是大家稱一稱，換言之呢，即實際上當時這班啟蒙時代哲學家在想很多問題的時候，那些問題未經過推敲，未經過考驗、即是假設、今時今日就這些考驗或者假設就來了、所以呢，即我自己都要做一個 confession， 做一個懺悔、就是、當年我們看很多書，那就這些是全部大師級、擺上神台了，換言之呢，對他讀的他們的講法呢，那個批判性是不夠，這個批判性不一定要完全不同意或者要混交偽，而是說很多時候他們生活的年代遠比我們今天的時代簡單，簡單真的簡單、很多、實際的問題呢，他們當時未面對、今天要面對呢、如果你當年讀過那些書，你很服他的話，或者很相信的話，其實今天你要重新思考這些問題、未必是鄂爾泰講的東西就是對、對了、他的時代變了、另外就是他講的到我們的手上，我們要重新想想 他的基礎的假設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其實我們有時候違反了這些大哲人的基礎假設的，比如說是平等或者是、族群融合，你在外邊我當然沒有問題，你入了來我們的國家我還跟你融合，那 我去了哪裡、這些不就是你違反基礎價錢，不是那個那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你入了這個國家或者這個地方、究竟你融合我還是我融合你嘛、為什麼我是主人你是少數，為什麼我要融合你，我可以遷就你、當你 不多妥，即是、某個程度人生路不熟的時候，即是莽撞就算數了、但一路這麼莽撞，一路都這樣吃住過來，我還要推、你跟著想一下，你我那個是不是法國來的，我究竟是什麼來的呢、究竟我是什麼來的呢、這個又套用翻近期一個法官去審案時的一個講法啦，我純粹辯論嘅。
他就話咧過門都是蝦。咁但係問題咧，而家嗰個唔係過門啊嘛，佢入嚟啊嘛，嗰個一日走幾日燙水貨啊嘛，係嘛？即係有個客人日日都好似呢個咁啊，日日都入嚟敲門，攞少少嘢咁啊走，咁佢賺咗錢嘅喎。唔係嗱，即係實際嘅例子啦，譬如出邊個人咁，佢借個廁所用，咁當然而家我哋邊度冇廁所啦咁樣。咁如果佢人有三金，當然冇所謂。Okay, 但係佢日日都如是。佢跟住就係佢用咗個廁所，你唔可以用。咁你開始會點諗呢個問題？佢用咗就入去閂咗門，跟住你拍門嘅話，喂，你尊重下我，包容下我喎。咁跟住你開始話，唉，呢條友，譬如呢條友喺樓下，點解佢唔用樓下廁所，下下都上嚟嘅？咁原來佢樓下廁所改建咗，揾嚟做貨湯。你講揾你笨啊嘛？係啊，嗱呢啲問題咧，如果去到嗰個實際嘅生活層面，大家冇人。我想個異議的情況不會太多的，亦都好多人明白的，只不過你話即係將佢推到一個所謂抽象的層面，或者是一個社會的層面咧，咁你就會好多好多不同的講法。啲人就開始律噶啦，開始聽啲大師啊、學者啊、泛民嗰啲咁嘅律師講啊，跟住唔識得喂，如果有條友成日上嚟借廁所，佢下低嘅廁所變咗貨倉嘅，呢條友係咪要拚佢扯先係嘛？咁最簡單啦，借錢還咯，咁基本上你唔會討論一個。即係佢究竟係咪嗰個人啊？或者我哋應該普世價值，你第一時間就追佢攞錢還錢啊嘛！你咁你試下你同呢個收數公司講普世價值啦，睇下你有咩後果。普世價值好簡單，上法庭見啦。咩上法庭啊？嗰個打你窮友嚟。係啊，咁我諗。即係你知道清醒少少，你知道即係個人正常翻少少。我啲頭先我講嘅嘢，完全你唔會唔明白我啲咩成啊嘛。咁只不過即係我講到尾咧，講到去到尾咧，香港人會明嘅。即係我係好相信香港人會明嘅。你真係唔係傻啊嘛？我哋咁只不過即係等待一個時間啫。咁希望呢個時間咧就為期不遠啦。好啊，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因為外邊咧就已經有兩位幾位朋友咧等得唔耐煩噶啦，就。後面一個直播節目嚟嘅，咁我哋就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